量身定做。哇，你这量身也太多了吧。这意思是什么呀？以后就都做小伙都干活。感觉我的手还挺苗条的。哎，不要牵白。我们这个房间很奇怪，上次每个房间里面都死了一个老鼠不说吧，但是我弟媳妇在来住的时候可能忘记关那个厕所的门口了，到处都是老鼠屎，连衣服都有味道了。我今天大扫除喊我哥，连那个顶上面都有老鼠窝了，一个晚上一直在喊，真的是太可怕了。哥快点，你打扫那个顶上面，我打扫这里面衣服，拿去洗。好的，你看这些全部都是老鼠屎，我真服了。嗯，对呀，爸爸。你看把死心什么东西都拉进去了，哎呀，垃圾桶的东西都给拉进去了。嗯，这些东西是能不要了，让我把这些很脏的不能摸的起来吧，起来起来喂，去跟姐姐玩啦，等头发洗干啦。哎呀，姐姐弄妹妹出去啊，你爸把这个笔袋都发霉了，还是多笔袋？去给你洗一下。啊？对。出来，那快点，那快点，别出不去了，快点。哎。嗯。妈妈，去吧去吧，妈妈。妈，再看看这里有个小蝌蚪。嗯。啊，其实那个蝌蚪是假的，还喜欢按，可以按。这些衣服就直接报废了，没得用了。那个老鼠它还把屎拉在上面，我真的服了这个。这老鼠啥都扛上去了，这是老鼠扛上去了。不是你的。还小个啦，大个的。拿去洗，走吧走。哦，弄到一点点没关系的，走吧走吧，没关系，一点点了，没关系。还有凳子。哦，外面有高凳子啊。这有老鼠屎，凳子上面。来，跟我一起看。那你怎么不会撕下来呢？这个几根筋，我跳都扛不住。把这个蚊香给它卸掉，因为现在小苹果长大一点了，不需要了。以前小苹果小的时候，老喜欢掉床了，老喜欢滚下来。然后我跟他爸就想了一个办法，买了这个给他围起，他掉的时候他就这个拉了拉链，他就挂在这里，先把拉链拉开了，那就对，把它捞过去，直接这样子拉过去啊。是这样的，对，怪不得不掉出来。把这个抬过来，床垫抬过来，你把那里头抬一点过来。没事，能，可以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嗯，出不去了，他那卡住了，然后不也能弹？都可以的啊。哎，这个不是，这不是。是啊，可以睡啊，他这边是，真的这个没有那么痛的，这两个睡的，睡的这个。或者这次床垫能把我压了，人家从这头过去，从那头过去的。我一看，你就能把你压上去。哎呦，我都说很重了。刚
你要这不是顶上蹦下去的话，你看一下那么。拉上来了。哎。哇，等一下扯烂了。看你平时挺舒服的，一看那里都是舒服东西。哎，那个还没套上去的嘛，重套。给大姐帮忙铺这一双。哎，但是哥你以后找个大嫂的话，她肯定很喜欢你，喜欢做家务。又能挣钱又能做家务。好了。套完了吗？好了，那里，拿去。这个就是你，嗯，这是你的床。他师傅好漂亮啊！这什么呀？哇，好漂亮啊！嗯，跳舞。公主，跳点跳舞啊！跳舞，起来跳舞。嗯，起来跳舞吧。哎呦！这是青蛙舞吗？自创青蛙舞，自创青蛙舞。青蛙舞啊，这就是青蛙舞。这衣服想不想要？哎呦，我吓我一跳！它都是好的，小苹果都没穿几次的，冬天的。要。这个是女孩子的哈，我还有啊，有一套也是这样的，但是它是熊猫的，那一套到时候也可以给你们寄过去。那个熊猫衣都是。说丢了，可惜了。我的天！我知道什么原因了。还想一套的，我。他那里有个洞没堵，从那个洞进来，好小那个老鼠。看到好质量。看到了，它好小一个。还小一个人呢。这个龙进到哪里，然后出不去了，就被卡死在里面了。哦，撕了面吗？没有，没死，活蹦乱跳的呢。我把这个倒出来，我这个垃圾。老鼠捞出来了。抓了一个啊。就抓了一个。一个都已经够那个啥了。抓了一个人。你还想多少个？哦，他从缸里面钻进去的。对。哇。怪不得。你看这咬烂完了，哎呦！它应该当时是很多老鼠来来回回来来回回这种爬，那是大的出得去的，然后这个小的这个爪子掉下来了，它就出不去了。哦。